大家好，我是联想家用之声顾问 Chris， 今天来分享主动式蓝牙数位匹配对变迁及相关设定。使用的平板是 Lenovo Tab P12， 具备 12.7 寸 3K 超细致萤幕，加大电池容量至10200毫安时，并提供4年安全更新保证，搭配 Lenovo FreeStyle 超级互联功能，还能当笔电的外接萤幕。想了解可至 Lenovo Tab P12 产品介绍影片。本次搭载 Lenovo Tab Pen Plus 为主动式蓝牙数位笔，具备4096级压力感测、倾斜笔触、防掌误触的功能。数位笔首次启用时，请记得要先通电，配对时可开启设定于数位笔与键盘内，点选手写笔进行配对，长压数位笔上的按钮8秒，至亮起白灯闪烁，平板出现图示后，点选连线即可完成。数位笔支援文字区域内随手写的功能，使用前请先下载主语言，可于手写笔随手写的功能内，点选辨识语言，提供68种语言资源下载。点选数位笔上的按钮，即可开启触控笔功能表，依序为文字扫描、截图、变迁、雷射与手写切换、放大镜、遥控器。点选文件扫描，可开启相机，直接对着文件拍照即可。截图，框起画面中想要的图案，点选打勾即可截图。变迁，可点选图示开启，或是长压数位笔按钮，并点选萤幕即可开启，或可于待机画面下点选萤幕开启。下方选单依序为手写、圈选移动或转文字、智慧形状、手写转文字。手写时于两文字间向下画，即是插入空格，涂满是消除文字。变迁还可插入图片，做成代办事项，或是直接录音。遥控器于影片或音乐播放时，按一下为播放或暂停，按两下是下一步，按三下是上一步。于简报时，按一下为下一页，按两下为上一页。于相机时，按一下是拍照，按两下功能切换，长压切换前后镜头。下一期介绍内建的 Nibble 笔记软体。我是联想家用资深顾问 Chris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